这排队，扫了吗没有？扫过了，扫了好的量体温，量体温。洗手，往上面一撑，对，可以了。再进去。后面的可以了。脚脚部，脚部。那个脚上鞋面也要啊，测体温。不用啊，不用啊。这感应一下就行了，对。 量体温，测体温。大姐，大师，你的后面来呀，这不是在那一桌子啊？你想不想？我给你提个烟没有？ 哎呦！哎，他一共已经量了几个了？这是中的，这是中的，这是中的，这是二号口啊。扫码之后，啊，扫码之后，感应一下就够了。啊。 嗯。好，看第三股道，第三股道是五岳小区方向。 一下就可以了。 各位，还没有完，你有没有那个？啊啊！大一个人呢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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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
你走慢一点，你走慢一点，往慢一点往前面靠近，他会提示你的。再走一点，它是50公分。你那个头像没有啊？没这么高了。哎呀，我要跟你们换支架。再前一点就可以。你垫一点起来吧，垫一点。垫一点起来。哎，走前一点，走前一点。你站前一点就可以，我也没这么高，我就站前面就可以。也不行啊。请对正。来，往这边移一点。再。请对正。我再给你们调整一下。